差点劲，把人边扒拉扒拉。能不能告诉你？拿，还急，你就给我扔下去了。那他妈直接跳楼看看你了，走了你了，你把他们放了。我走。走，车开院里啊？不用，直接开回去吧。开回去啊？开回家，然后就今天就结束了呗，结束了。你们先忙忙呗。怎么？我回家不用来了。不用回来，谢谢啊，小哥啊。多余了，多余了。那啥，我。干啥？我想上屋里面躺一会儿，有点累了。肯定不好使，我回来扑噜扑噜洗一点。那你回去。啊，他们都没走，我走什么？大哥，你那鞋有点埋，回来擦了。我怎么擦呀？那开院别不差你一个人了，你这一天这什么都有啊，我就告诉你了。包哥，进来，搞得假惺惺的，有我没有用，都多余了。我跟你讲，我没有什么实力啊。哎，大家伙俩能走，走不了一点啊。赶早的，聚会，不用，聚会，走。怎么呢？怎么此时此刻？没一天我能差你们点事儿啊？你要是没有的话，哎呀，话都喊太快了啊！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回家拿点也行啊。我回家拿点，真的吃。就你实惠，小哥，真是。要不是我要是说有一点东西，我都不带你回家拿来，真是。没拿，我怎么回家？大姑娘，你过来讲讲，这事儿都开始了。那我回家吧，也不实惠啊。回答啊，回答。真事儿。我等你啊，假惺惺的，别拿过来啊！人进屋了，外面等，我看看拿什么。我也在外面等会儿。一起等呗，我也想看，好奇呀。哟，还有什么存货？看看能拿点啥？这么快就是？哎呀，刚想起来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怎么？不是你是不是都没走到家？刚出大门啊？对，我就想起来家里没有嘛。不行，上你冰箱里翻翻吧。你去把冰箱抬来也行。要不说，咱就能怎么安排怎么事得了，对不对？你可别咱就别整那也没有用的。我这想，我跟家没有。行了。行。老王，你看弄吧，老王。老王，快弄吧。你今晚你弄上，俺们吃什么得了？给你。行，是不是？那咱们去屋歇会儿。明天我也不用，明天我雇人干。怎么的？没毛病。不用雇人。你们明天煮那大萝卜，俺们也能吃。你俺们就妥了。你雇人你还浪费。这回咱真进屋，是不是？这回进屋歇，这回真进屋。这回真进屋。此时无言胜有言呢，好品。人呢？啊？怎么死？啊，不错，不是没有存货吗？嗯，又过年了。这刚才整的留过年。有啥年呢？现在就过年了。又留过年。瞧你亲小哥的，你看他俩冰箱里一翻啊，我跟你说，还能翻出好几条的。为啥他冰箱都上那水了？你看看着。你看看着。行，关门。行，把这钥匙揣兜里去了。先有这些，咱就当过年。怎么吃？咋吃吧呀？我不知道，听你们的。煎吧，啊，煎吧。这玩意儿怎么煎？这么大块，怎么煎？切，不有那辣白菜吗？有啊，哎我煎完之后卷辣白菜。天叔，我这口水下来了，就煎。那你整啊？那你整？我整呗。我不会整，我也不会。不是你怎么不会？你以前整过。我忘了。你他妈整事儿，你还弄完谁弄完一天天的，趁热了。一会儿太阳下山了，他现在是能推一下，推一下。懒了，又懒又精。来，给你来个秘制酱料。OK。腌它七七四十九分钟，呱呱的，你来吧一会儿。来，太肉了啊！这么大块，哎呦！哎呦，我这脸上完了。我去！哎，有学问是吧？来吧，来吧，你烤吧。嗯。差点劲，把人边扒拉扒拉。啊，哎呦，这好！我去，这头回这么吃啊！来，明天就整的花里胡哨的。我操！
急呀、啊！哟，相扶了，相扶了。哎呦我这个小杯哎这油哈倒上哈扒上拉拉出来真香我这样吃这个啊你这样吃这个多你的哈哈哈哈太香扒拉扒拉那嗯有点冷啊冷嗯冷怎么弄冷我有点没有衣服我咋的衣服你有那闷暖身的暖身肯定睡的那对呀、啊、算了拉冷啊给干啥嘛别聊着我啊等咱们要十五整啊等不是等等呗就悄悄的别整你们整像上回是那整完他还来哎保证这不可能、哦、我就给你我就给你发疯去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你把拉不拉冷你就吱声你看见你我不冷我冷了我整一个整点来一个哎呀你刚才叫这给饭团怎么哎呀整就完了这我有什么关系上次是突发事件哎呀不告谁也不能办谁说谁小狗啊上次就是谁都不说这怎么的等等等谁没说呀哎狗叫了来了阿妹阿妹别吓我的哎呀等我来电话了都别吵去死别吓我没事你今晚就放心了一会儿把那就是电话这通讯录都删了啊来个辣白菜来嗯来了来你给我放点放好嘞不哎呀欢迎你看看哎这个来就来这个不行我要这个那你说那个我要这个夹那个大我要这个我能包两块肉你有小的吗嗯嗯嗯嗯无敌了呱呱我呼呼太辣哎呀哎呦我再来一块嗯吓懵了嗯多少块要不上到那没搬过来嗯来啥块嗯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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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得劲儿得劲儿囊啊囊啊没劲儿这玩意儿喝一夜会儿哈真是发育了就俩啊就俩别喝多了啊就俩就俩嗯万一过来麻烦了现在我还没看到不说什么现在我还有真不说吃挺好还都得好大刘宝哎你又香了那什么这样还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多没什么惯点再有个活只有你们了你们也挺忙的我这雇人就怎么了我真不忙冬天了哪有啥活了再说都哥们儿那怎么的怎么的咱们之间差事啊我知道那你不差事有活你吱声来就完了呗真的好勉强这小孩寻思了哎呀找你们来干点活我这点整这点玩意儿我都不如雇人干的都哥们儿都哥们儿说那话就远了啊龙别说那话啊干吃吃饱算你要不行下回你就是来我们自己拿东西来活儿照样给你干你那么说那么的啊你看高兴了那就完了呗都听着了啊哈哈哈哈哈